不要文革要改革，不要领袖要选票。支持国内同胞获得新疆自由，同胞反抗清廷暴政，共产党下台，共产党下台，结束清零政策，结束清零政策，释放维权同胞，释放维权同胞，自由和民主，不自由勿宁死，不自由勿宁死。中国人民不能忘记我们的耻辱，我们要站起来大声对他们说 NO。 只有中国人才能救中国，只有中国人才能救中国。今天我们如果再忍下去，接下来下一步要忍的就是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祖祖辈辈。台湾人站在一起，和台湾人站在一起，每个城市人都站出来了，在美国纽约，在英国伦敦，在韩国首尔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我要我们身体待在我想待的地方，而不被带到方舱。我要我们的身体自主权。河北传媒学院加油，中国人民大学加油，富士康工人加油，广州工人加油，中国人民加油。